其实就有的讲到有飞高人生人的天保拉崩的不留意的真的飞高人生的是这样的其实一讲到的有飞高人生的高楼其实是讲到的亚龙唐国其实是跟的哭泉的哭泉的要你的南岸也多点你的皮层当了不嘛其中呢你比如黄文哥的讲到的时候就是第一第一对叫德鲁江南没有理过德鲁其他江南没有那江南的话呢都有阿家真的生命里的保留就是说现在没有个其他江南江南的那么现在没有个其他路目或者其他那么现在没有个其他他那三亚文呢你他的呢就是对上北京呢也就是吧呢其他一些国家的话刚才你不能论了的路不是你对手是你不能说你被他了那么不如是你上面没事了对吗是你上面没事了就是说现在没有大概一些国家我们就看妈妈见爸爸是你他了你也搞了就是说那些也很辣不那他们是你不知道等一下你们就能是你他了你也请了你也等了一批了